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这个当地拉的中国中学。今天是我的大宝被学校选为代表学校参加第十五届2022年全国华小讲故事比赛。感谢校方、校长和老师的信任，给予我的大宝难得的这一个机会来参加这个比赛。当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是蛮紧张、蛮压力的，但是在经过不少的老师鼓励下，我们会全力应付，让我的大宝有不一样的体验、不一样的经验。我们现在先去吃早餐，滴一下肚子，补充体力。同学们，
讲故事比赛已经开始了，因为它分为三个期限 A 期、B 期跟 C 期，所以现在各自的期有各自的赛琳老师去不同的课室演讲，所以现在家长跟带领老师只可以在礼堂慢慢的哭等两个小时。因为比赛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个就是初赛，然后才进入届赛，所以我们是认为现在他们去各自的课室里面演讲给评审老师听，然后才从当中选出优胜者进入决赛的阶段。2 hours later.优胜
在这里呢，我必须强调，这十份的优胜奖排名不分先后啊。首先，我们颁发第一份优秀奖，来自编号 C2 爱极乐华小代表谢一善同学，故事题目《国王的计划》。好，接着下来是第二位优秀奖，来自编号 C12培一华小的钟敏柔同学，故事题目《九色图》。接着，编号 B19的玉林小学陈传熙同学，故事题目《自负的女子》。接着下来，编号 C10来自侨民培侨华小的张慧璇同学。好，接着下来获奖的同学是来自 C19的公教学校的李明东同学，故事题目《谁偷吃了月亮》。好，接着是编号18来自鹅城学校的林金明同学，故事《斑斑生病了》。接着下来是 A3来自培二学校的熊子韵同学，题目是不理妈妈的期待。接着我们颁发获奖者，来自编号 B7 侨民华小的邱嘉玲同学，故事题目掌声。A16来自明光华小的郑芷安同学，故事题目长着驴耳朵的国王。最后一位优秀奖来自编号 A19品华学校的潘景斌同学，故事题目三只小猪的忠实故事。冠亚纪念以及第五名的奖项。好，我们先颁发第五名，有请哈林华小代表 B18小猪罗罗。好，电竞得主有请育英学校代表陈乐轩同学，会唱歌的白虎。接下来聚精得主是文化小学的同学蔡妍，噼里啪啦马屁股。OK， 我们有请五级波浪代表张涵颖同学亚军，掌声，谢谢。好，第十五届全国华小讲故事比赛马六甲区选拔赛，第一名赢得是冠军，由镜像华小许英贤同学胜出。他的故事是雨天出现的小女孩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大宝没有进入决赛，也没有拿到什么名额，但是这种是一个很好的经验，所以现在来请他吃 McDonald 来奖励他的勇气。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然后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